有人受伤了吗？他要去，他必须去医院吗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现在有人受伤的，那个受伤的人解决不了，我们带他去医院外面。对的。你去一下吧，你跟他去一下。会有的，这边再带一个人去。啊啊，就飞机吧。去吧，去，快点，去。所以我们的公司每天说。不能穿那个拖鞋，如果他是有穿拖鞋的话，可能没有跟这个一样，可能会改掉，可能我们去亚迪生，可能断掉，是断掉。所以你看他的鞋子这个很好。